单字背了不少，文化书一本接一本，但是一直无法可以讲出一句完整的英语。现在你可以更生活地学习英文 Finster Readers 启趣读本，是将生活化学习英文的方式区分了三个成长的阶段，全套72册书，囊括了日常生活所有的情景，打造10个学习英文最佳的内容。 Finster Readers 系列书籍里面每本都附有丰富的课后题材练习，全方位地可以训练小朋友听写读书的能力。全套书都采用了点读的科技，0.3秒的感应，随点随读。 But I am not afraid of failing。 而香港的版本更加附有三语点读的功能，英语、广东话、普通话，可以给小朋友更加容易了解故事的内容。将来会后悔。Chinese， 我只怕放弃挑战后，将来会后悔。单字点读模式可以一个一个的词语教到小朋友正确的发音，跟读模式可以被小朋友逐渐由单字掌握整个的句子，开口讲出一句完整的英语。而且全套书都附有录音功能，可以边听边讲边模仿，有效地矫正小朋友的英语发音。Regretting. Finster Readers 启趣读本，是帮助小朋友重新找回学习英文的乐趣。